Good morning. 早晨啊。Hello. 咁咧，而家咧就嚟到我呢个第一站嘅job 啦。咁然之后咧。就開始我呢個嘅瘋狂嘅36小時啦！真係唔得啦！我而家要即刻做埋我左邊眼啦，唔講啦，拜拜。終於完成了第一個工作了，這個就是我今天的下午茶，現在要去開工了。Hello， 這個就是我今晚的宵夜，慰勞宴，現在是半夜的12點半，我呢其實想吃這個甜品很久了，所以呢中午開工前我要獎勵自己啦。呢個係咩？呢個係好正啊！椰皇加紅豆，椰皇小丸子啊！我攞個秘密俾你聽，我今晚殺科啦！係咪好開心？好係咪好值得慶祝咧？今日係最後一日幫關佩欣帶食物，間住如何咧？拜拜關佩欣。以後唔好再見，收工啦！好龍身地啊！你食翻清清山出嚟。我已经收工啦，而家系深夜嘅5點半，你睇我已经极速散晒啲头发，我应该嗱嗱声冲凉都仲有2個鐘頭瞓嘅。Lunch time。而家啱啱食完飯，睇我呢個頭咁癲喪，就知道我唔瞓到覺。之後咧，我哋就開始第二個 section 嘅訓練啦。加油！加油！36小時咧，終於嚟到最後一站啦。咁啊，今日排練完之後咧，我而家最後一站咧，就係要翻公司影 poster， 就係把關者部門。咁之後咧，完成埋咧，我真係可以翻屋企休息啦。我好眼瞓啊！加油，加油！因為我退休了，退休。差唔多啦。